哎，朋友们好啊！我是火焰行医钢铁门掌门人飞宝国。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叫孙悟空，一个叫贝吉塔。他突然袭击，龟派气功打我的脸，我大意了，没有闪。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。接下来，再来和大家探讨一下，怎样打松果弹抖。闪电情。